对啊，不就不要用河务，不就不要用河务了。哎，又搁啥啊？陈浩河的，哎，阿你看这，你八十几岁看下，甲陈美凤。陈美凤。陈浩。现在陈伊啊，你来陈粉，你无看到这今的陈美凤？哦，陈美凤，我有惊死人，看人色汉水的人，找无伊的。六十几岁，六七岁，个安尼。哎，阿七三姨。三姨。 我阮兜食侪鱼啊，阮人遐钓提鱼啊来。哎呀，你袂食，这两百年啦，百好了。我人食到袂。一百年，一百年啦，算食鱼啊啦。啊，一百块会使买？哎呀，哎呀，百块，一千块哩。我大概人都点点，你讲一百。一千块哩。啊，两日摆来，一千。不是很贵哦。你摆家己改啊？不是很贵哦，摆买了不是很贵。哦，因后这有影烟斗的迄个。对，对，对，这款对无？对，对，对，后头摆这款。伊那迄个啊，对啊，对，迄个伊啊。 伊今仔无烧声，伊大概拢发烧声。伊迄个两礼拜啊，都无讲话。伊迄个两礼拜都也无烧声。哦。哎，安怎这个？拢无一千啊？我知，我都拢一千块哩。真的呢啊。我在第一间企业正拜年。有知影，有知影迄个，有知影迄个。啊，够侪嘛咧，毋是发鱼啊，伊讲你拢无爱搞啊买，我讲我才看会赢倒。哦。 以前是冲着他儿子来，冲着他要欠你钱吗？伊讲欠你钱，对啊，然后他直接走啊。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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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袂安尼啊。我无啦无。唱起来这讲袂好，唱起来这个看无。你今天没有软丝啊？那个我帮你留那个乌鱼标、乌鱼子跟海鲜根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海鲜根吧？无啦，老板讲叫卖做我知，明仔载到明仔载到有啦。哦，那今天也没有海鲜根。对，今天只有鱼标跟乌鱼子，好不好？帮你留七七，帮你乌鱼标跟乌鱼子，谁要来拿？七七谁要来拿？炒一个鸡啊！很炒有少。家庭料，家庭料。好哟，冬至圆满快乐。多少钱啊？快点去领。那个，我帮你留乌鱼标跟乌鱼子，乌鱼子1000，乌鱼标200。好，我帮你留乌鱼子跟乌鱼标，然后其他两个海鲜根跟那个卵丝没有。好，那个乌鱼子给你的，然后还有鱼标2包。还有什么？就这样，这个这样就好了。金灰啊，乌鱼标。终于来，那个你自己看两样是最大的，因为他没有还没有人拿。两条白。200啊？刚刚不是说一只200吗？没有了，最近我乱说的，因为我还没问他。现在大只，现在最近大只，你多大？好，今天咱们发，我个，今晚吃
时阵来，这个又无得，这个时阵啊。因为你敢骑三只五百啊？都是一只差侪，你无欢喜。很大只诶。阿多阿多人的赛事了，阿多学人的，阿多别阿多别人的。肩部啊。就这边嘛，我的钱而已啊。你会来 ，OK？ 那个琪琪，你的好，三百。琪琪，你的那个物语标跟物语纸留好了。那其他两个东西，软丝跟海鲜羹今天没有。那个软丝他没有带出来啊，在洞口里面。好，瓜子给我称500。小头子啥？你是微不足道。Hello。没看过你。还有什么？我看过你吗？没有，对，没有。我都在车上远远的看你们，然后我老公过来。老头子啥？谢谢。等我和新黄在谈。一七，你在？一七，他说，一七那个新黄说他明天邀就好了。猪哈有没有？有。第三呢？第三，一盒。一百回去啊，两盒，你问住锅，好吧，两盒。你说那个是什么？昂竹柜啊？昂竹柜，对，就是昂雕。等一下再算好了。好，那你就边去。对呀，就边，你是签的啊？签的呀。好贵。不是有啊？我知道。金山。一七你也闪到腰，为什么？一七你闪到腰，你在玩什么？玩到闪到腰？哇，一七你玩那么大、哦，你玩到闪到腰，看不出来、欸，我以为你那个是那个。现在今天很大颗粒，很清纯的良家妇女。好，这包。老板娘，一斤才100多元呢。你已经第五天了，啊，谁叫你要玩那么凶？包起来了，不要管他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会不？你会不？来，18，好，请他等礼拜天小黑再帮你拿。OK。都18。我提一包会使无？会啊。对，是吧？那你爸爸。给你搞鱿鱼头。没有头，没有鱿鱼头。有放几条啊？红中宝，你好。不，你要几包？我要几包？鹅啊，一包。嗯。鱿鱼头。没有鱿鱼头。哎，有一条，哎，放几条了？有一条两。信红害你闪到腰。放几条而已。还有布料，有布料，尾波啊。没有，我想要那个飞机的那种布拉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爱个蛋。那先这样子。啊。那个海瓜子记得是500哦，不要算错了。已经买好了，海瓜子。哦。那1300。好。不会标了，要不要？不会标啊，不会标，一包一百而已。他那一天拿了一包，我整个。咁咩坨啊？太假，不是太大，很大都对。对，很大。然后他不吃，我一个人吃。煎一煎就。我就麻油煎一煎呐。麻油。十包就中两，十包就美容的啦。没有，还可以一包，一包。大料啦。四条白。哎，今年的乌鱼标特别便宜耶。真的。别来讲你哦。你包两包来。一开始一包300。大料啦，后面才开始涨价，现在四条你包。是吗？一开始一包300。因为我是偶尔看直播，对啊，一开始300，一开始一包300，开始后面，今天他还卖到6包500。同学母你好，我叫你来一块，躺着看他叫卖直播，你就可以闪到腰。你只有看直播吗，一清？你是只有看直播吗？我不相信哦。默默找。
通常闪到腰只有在运动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闪到腰，才有可能闪到腰。例如说在健身啊、深蹲啊，或者是做那个硬举的时候，才有可能闪到腰。光躺着你，光好拜拜。光躺着腰又没有出力，怎么可能闪到腰？我不相信你的屁话。小刀凿，小刀，亚桑凿。马拉西亚。有啦，哎呀，有啦，有啦，哎，你先看。有啦，有啦，哎，老板娘帮你用。皮带鞋啊。哎。好不好？贵只钱。好啦，吧。开始，准备开始了，算了，不玩。老板娘，这个要多少？200。各位土神休息。年轻人，你分不分？几两百？什么？几两百？几百啊？就几百？系啊，几百就几两百的话，看几包嘞。我们上次不是有一包那种？一包就几啊？认真啊！为什么他要叫伯南来？他想要回家，对不对？叫伯南来也是想要回去。啊？九度还好啊？你会觉得到有九度的感觉吗？九度的话，不是这样说了。我根本不要这样来。这边基隆在下雨，你怎么了？五百两。鸡块帮你留一份，好。
你要没到一整天吗？电池大概这样录的话，大概五十分钟就没了。更简单一点啊！而且，鱿鱼花有，鱿鱼花刚才有，刚才有卖鱿鱼花有。哪个条件去了？都高啊！啥？鲑鱼啊，鲑鱼啊，墨鱼啊，墨啊墨啊墨啊！没有穿过，有啊，里面有啊。没有袜子会脚会比较痛。你干嘛要这么包呀？不包啊？你们现在已经不穿这个了，不穿雨鞋。两包一百五。有了，我穿。鱿鱼花你要三份，好，那就是600块哦。那鱿鱼花等一下帮你留600块。7:30还不来，你们这些人。我等我不要的。我是不了解，他这个不看啊，你看他看到了，他看了这个不看啊，他不看啊。没有啦，那哎，这不是八的吧？八公好了。他街上有肉吗？有啊，之前姐姐来给你挂的。鹅虾两盒，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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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把它来。今天有对夯，有今天有对夯。有小孩。还没有上次一包一包没有，那个切货。一千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我按摩一下就好。不要。稍微煎一下就好。让狗狗不能吃。你要给狗狗吃。好了，不要。有，会今天有对夯吗？今天有。给人吃的。美女早。要另外买。狗吃比较贵的。美女又早安。张宇在那边。怎么卖？300块地方怎么卖？一盒150。今天地方一盒150。你养什么狗啊？雪纳瑞。雪纳瑞哦。太吃亏了，养那么多。你也不敢了，桂林人都免不敢了。雪纳瑞免不敢。啊，你是养什么狗？我是山内蒙古犬。公公还是养小姐姐，更搞笑。他是用那个狗，那个狗不能吃。可以吃啊。可以啊，好嘞，一条200就好。我说是木鱼。竹卷闸。对了，就我就讲嘿。鱼肉啦。哎呀，鱼肉没，啊，整条的100块。那个没有吃啊。地汤对，地汤。我才不是第一道啊，一百五。没有吃，都挺好。地汤一盒150。没有，没无吃的啦，都去到啊，吃好哩。哎，不切啊，没有事啊。地摊你要七盒哦。150来。那个地摊切加，地摊老加。到这里500啊。那个地摊老加，几块？几块？几块？地摊几块？帮来交给。这不切，这用长腰条条定掉来。七盒留起来的。对，七盒。是用定好来。三百六，三百五，你准备做怎样？三百。好，帮你留了。地行帮你留七盒了。啊。你在我留，你问我叫你看。7:10哦，这个因为这个没办法便宜，这个50块没办法便宜哦。你
对啊，龙王出来了。全包是几盒？我觉得一箱是十盒吧。那我不知道地摊是地摊总共几箱哎？都不够呢。都不够是吧？我百五三百都够啦。你今天可以你今天地摊贵？哦哟。多够十零。我今天不买鱼啊，咩的？你今天地摊总贵几啊？剩一盒你全拿了啦，总共八盒，总共八盒，要不要全拿？因为你拿了七盒，剩一盒，八盒全部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只八盒尔，其他没有了。贵一百。好，再留一盒。好，那个会进进八盒都给你了。我先把它，你不会贵尔，你还不要我？爱国球，他太老了。有你哦，你这里来，他们家。